陈欣桦小姐同埋谢高颖先生。好，同两位倾下偈啦。我希望咧大人啦，仲有一个浪漫嘅圣诞节啦。咁希望小朋友咧就收多啲礼物啦。咁圣诞节咧系个普天同庆大日子啦。咁我希望每个屋企都可以团聚咁过啦，好开心一家人咁过啦。咁每个朋友都收到自己中意嘅圣诞礼物。Ready， three， two。